今天下午我想去商店。非常好，今天下午我想去商店。那明天呢？明天你想做什么？明天我想做运动，明天你想做运动，做什么运动？做跑步。好的，你家有狗吗？我家没有狗，非常好，你家有猫吗？我家没有猫。对，我家没有猫。Because you told me before you have a cat, so you can say 以前我有一只猫呀。Before 以以前，前我有一只猫。以前，对，以前，但是现在我没有了。以前我有一只猫，现在没有猫了。对，非常好。现 No，在我没有了，没有猫了啊，都可以。在现在没有猫了，对吗？现在，在现现在。在没有猫了。现在没有猫了对，，OK。好。The last question 问啊，什么什么在哪里啊，在哪里？你家的狗在哪里？就是 position, where is your dog? 我的狗在桌子下面。非常好，我的狗在桌子下面啊，我家桌子下面。